刚才阿元有泡了一般的那种咖啡，我先用这个，我以重量为准，因为假设它刻度不是那么准的时候，先归零。好，那这边我泡了三杯，其实我刚才量了一下，三杯的水我加了480毫升，应该480公克的水，但是它有些会吸在上面，所以滴下来不完全是三杯的量。我们就来看237或者250一杯的量是多少。我要237好了，因为多数我看到的都是以237为准的。好 ，OK， 这边是237。好，那大家传阅一下啊，请问一下大家，我早餐的话大概是喝这个一半，啊，所以的话，如果说以假设我们的咖啡豆的测量标准跟加拿大是类似的时候，这样喝一杯是13。以上，来我给大家看看一下。这个是我刚才用打咖啡都打出来的，打对。那像这边以外有什么呢？有 roasty 的烘烤过的 ，ground 就是磨成粉的，有滴漏式的，这个也可以翻译成滴漏式的，去咖啡因的即溶咖啡等等的，就参考加拿大的资料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把它当作是第一项，一般煮的咖啡，130度。卫生福利部建议不超过300毫克，那也就是我今天喝这个2倍多一些，就不会超过今天所需。好，那各位的经验，刚刚都连在这里。我自己没有喝这个，我算是自认为算重度的人哦。哦，所以说变成我今天其实故意带磅秤，然后带这些东西给各位看，哦，原来他的一杯跟我们想的一杯是有落差的，像我那个杯子。假设是以这样一杯，假设而已，八分满的合理啊。好，来我看一下是够不够倒一杯。哎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我这里的显示的重量是161克。我们这样子，我自己在家里一个早上喝这样一杯，重复一杯，哦，所以我知道我离卫生福利部建议的300毫克，其实还有段距离。